OK，刚说了一些宝贝，看一下，这些都是 Polar Jade。Polar Jade 就是北极玉。好多人呢，北极玉只是听说过，但没有见到过北极玉的原石是什么样子的。这个没有抛光，没有打磨光，切光，切了之后呢是这样。那么等一抛光之后，它的颜色就是翠绿翠绿的。这块料是真的不错，一点柳裂都没有。好多啊，好多北极玉的料，运气比较好。不错哎，那看北极玉呢就是这样子的啊，它这种绿呢非常的鲜艳啊。现在看料看不出来，只有做了之后才能知道。这个小料也能看出来啊，北极玉打灯照呢是很透的，非常透的。北极玉呢是软玉中呢能够和翡翠来媲美的啊。今年呢加拿大碧玉的矿呢没有出大矿。然后这些小料呢是也是从矿商这边呢也是收来的，也是好时候，因为他也愿意出一些现金出来，所以我们也就能收到这些小料。这个呢大概是36磅，这个就重了。这是一块北极玉的大料啊，北极玉大料。你们看一下这边是它的原石的皮了哈，然后这边呢抛了一下，看效果就很好了。北极玉的硬度非常好，颜色也好。这块料很漂亮，这个要是能开出一个北极，开出几个手镯就什么都回来了。小件儿也可以，小件儿北极玉小件现在也不便宜了。如果您要想了解这个真正的玉，一定要追踪其源，看原石啊，就能知道它未来的价值的走向。